几十年嚟 ，TVB 嘅儿童节目陪伴大家成长，同时亦培育出受欢迎嘅经典主持。如果话我陪住好多代嘅小朋友成长咧，咁我喺佢面前都系小儿科咋。讲到辈分咧，我根本冇得同佢比，亦都系因为佢做儿童节目咁成功，可以令到我哋一代代嘅儿童节目传承落去。多谢你，新年哥哥。新年哥哥，哇，系好多小朋友嘅偶像嚟嘅。新年哥哥咧就系、是、第一代嘅个鼻祖嚟噶。新年哥哥咧真系跳飞机里面嘅灵魂人物嚟嘅。每一次见到新年哥哥咧，就有一个好亲切嘅感觉，仿似咧好似一个大哥哥咁样。一见到新年哥哥就谂起跳飞机。一谂起跳飞机就谂起新年哥哥，我好开心啊！你哋揾到新年哥哥，今日好开心翻娘家，好多谢 TVB 喺博物馆嗰度揾翻我出嚟。以下嘅歌我哋一齐唱嘛，好吗？一齐嚟啦！天外飞任鸟飞，小小天地跳飞机，大众一齐唱一首歌，开开心心真有趣。活泼聪明读下书，天天写字笑嘻嘻，大众一齐跳飞机，一二三公里。哇！各位你好，我系新年哥哥啊，好耐冇见啦吓，隔咗45年啦，今日见翻大家，我好开心。跳飞机是 TVB 首个自行制作的儿童节目，新年哥哥是第一代节目主持人。70年代，他是父母和小朋友的偶像，他唱的儿歌影响着几个世代，由3岁到80岁都懂唱的。我是个差乌飞有艺人，我是个差乌飞有艺。这是乌病，这是罪，这是乌罪，这是病。水军啦、啊，水军啊，冲茶啦！每天斩柴在森林大中开心，野花点点，绿野翩翩，愉快又怡神。城市里啊，大灰尘，人多车多吓惊人。亲爱的朋友啊，你在想什么？这些大人小孩都懂唱的歌全部都来自跳飞机。在1977至1979年，节目推出过3盒录音带和儿歌集，当年的销量破了儿歌纪录，现在都变成珍藏了。节目里面的儿歌主题都来自幼儿园的教材，根据不同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4个类别。别别走走走，色有事体格多变美，大家可可以寻寻得面，去天都分得面。河马春天好风光，半眼情绪快放。今天大家中暑了，个个愉快多欢笑，花枝蝴蝶成大簇，电视屋苑有造桥。要有知识博学问，自强有细心。咁人家叫我做谭妙英姐姐，但我喺你身边咧，我忽然间可以咧年轻啦。我依家咧，我叫新年哥哥啊嘛，我叫你做哥哥喎。咁我忽然咪变咗妹妹咯。其实而家真系40几年之后，头先喺度唱翻以前嗰啲儿歌咧，其实感觉点噶咧？好兴奋啊！因为我唱嗰只儿歌咧，就系有机会啊，做到白金唱片、金唱片。我见到你嗰啲白金唱片同埋金唱片，我知啊，因为金唱片真系要25000，卖咗25000张。系。白金系要50000张。系啊。哇，好犀利嘅！以前嗰个年代其实哇，呢一个数字系3金100喎。咁有冇嚣啊？系，有少少啦。有啲自豪。咁 anyway， 我咧就好开心，因为嗰年颁奖咧，你见到罗文啦、恩妮啦、张德兰啦、阿姐啦、汪阿姐啦，咁个都嚟参加，因为佢哋可以令到金唱片、白金唱片。
咁我哋都去到個級數一齊喎，咁我覺得係咪一件好榮幸嘅事啦。咁當日咧，我哋帶埋怪獸啊，大細怪獸，我哋有個細怪獸喎。同埋我呢班小朋友有制服㗎，銀色嘅制服，我哋白色嘅西裝喺度上面唱，咁有嗰個燒爐咧，可以講得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㗎。係啊，你講得啱。牙刷喎呢句説話，但係你講緊事實啫。真係事實係，因為點解咧？如果今時今日我再出錄音帶咯，肯定冇人買㗎啦，因為個個上網咧。嘟嘟嘟，新年哥哥四個字咧，哇！我前半生嘅所作所為冚唪唥彈出嚟，咁根本冇人幫襯咯，係咪啊？咁咩兒歌你最有印象啊？係咪？哦，撐難歌。向上擦，向下擦。向上擦，向下擦。不可放任胡亂擦，令床啊床床的擦，喺床的床度嚟擦。我撐難。撐難歌點解咁有印象咧？點解咧？就係咧。呢個真事嚟㗎，我有好多朋友咧，喺外國，咁成日我結翻去見到佢哋，佢話 Sandy 哥哥，我個仔仔啊好中意你㗎，佢雖然未睇過你節目，但我每次放佢錄音帶嘅時候咧，佢又話俾我聽 ，Sandy 哥哥刷咗牙㗎啦，佢話先生叫佢，媽咪叫佢，佢都唔刷㗎喎，係 Sandy 哥哥嗰個叫佢刷牙，佢又刷。仲教埋佢個動作應該點刷添？向上刷，向下刷，你又刷，我又刷。係啊係啊，你又刷。我又擦，光辉洁白唔邋遢，应防牙儿黄又黑，起床临瞓都应刷。跳飞机入面嘅儿歌咁受欢迎，最大功劳除咗系主唱嘅 Sunny 哥哥，仲有幕后功臣负责作词嘅郑国江，由佢填词嘅作品遍布唔同年代。让我闪耀，让我闪耀，让我发出光辉，将个世界照。天天需要活力，分分钟要活力，好比空气内的氧，吸收各样才能，增广见闻，它可帮助你成长。吃过了今天的辛苦，有太多苦无，原来只需努力做，我都做得到。失去的昨天，他不愿怀念。许多新发展，留待明日发现。星空中转眼间，已过百万转。身边嘅井 Sir 咧系填词高手，哇！喺跳飞机咧嗰个幕后功臣之一喎，吓。功臣就唔敢講，不過真係一路參與。點解會？點解你會參與到跳飛機嘅幕後？其實我最初入 TVB 就係教手工嘅。哦。咁跟住，因為我係教師咧，咁公司開一個節目叫做《温故知新》啊。係，我咁啊啱啦，咁我可以出下題目啊，咁樣，咁就一就插咗只腳入嚟啦。我記得第一個兒童雜誌式嘅兒童節目咧，叫做《星期六樂園》啊。嗰陣時我做策劃咧，咁啊就同葉傑卿做監製啦。咁我話好唔好喺個節目度加啲兒歌咧？咁佢話：咁你搞得掂咪做啦。咁啊寫咗第一隻，我就用咗 Oh Susanna 嗰只旋律。咁啊從林望歌去小屋裏，有隻青蛙想跳水。第一隻兒歌啦，抬抬望過去，千溪裏有隻青蛙想跳水。抬抬望過去，村莊裏小狗竟敢醉。我咧就好欣賞佢嘅，因為咧佢寫啲歌詞咧。是坦白易明，好貼地嘅。我又講一隻歌啦，有一隻歌就係、是、我哋唱過少少姑娘清早起床，係啊，巴攬上市場啦。佢咧就你要著鞋，先穿衫褲，情願分開米亂嚟。你鞋不著了，咁咪點穿衫褲呢要先剝鞋後剝褲，啱唔啱啊？嗰陣時因為簡直教小朋友，因為跳飛機咧係好多啲。
生活的小常識咧，係要灌輸俾入學前的小朋友。即係如果係由你開始發起嘅喎，因為你提議有咧喺個兒童節喺個兒童節裏面出現咧，提你哇，今日好多嘢，我哋大家都唔知啊。後期一路到咧四三零穿梭機啦，甚至閃電傳送機有好多歌咧，啲主題歌全部都係你作嘅喎。我從嗰個烏雀雀咧首歌又係你寫嘅。係啊。哦，烏雀雀咧嗰陣時我就喺澳門，就做緊一個音樂嘅評判嘅，因為陳松伶咧就已經喺個錄音室度咧係錄緊音啦。呢一輯歌裏面有好多歌嘅，佢錄緊啲其他歌，但係就等住呢只收工。等住就烏雀雀，烏雀雀。咁我人就喺澳門，即刻趕啦寫，咁就傳真過去就即刻錄。收工哇真係哇不同年代的兒歌由跳飛機年代開始啦，譬如好似我哋細個聽的《如何才是好醫生，品德好兼認真》，我諗我哋係創造緊一個好單純的世界俾小朋友，讓佢知道咧最基本的品德價值應該係點樣。而呢啲嘅品德價值咧，其實都伴隨住我哋嘅一生。兒歌咧對於小朋友的成長真的很重要。記住你，記住我，每日歌唱快活歌。我是82年开始做儿童节目的，究竟为什么我会开始做这个工作呢？想不想知道？